them why.就是台北大巨蛋，有人想知道吗？我真不知道，我刚才就是在想说，现在要去哪里？唱歌，唱歌。哎、欸，这个绿金环桥好漂亮、哦。对啊，你上一支我上一次也这样讲过了。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好厉害哦！这个又拍不到我们的脸啊！不然照我怎样？我就做不到呗。我真的应该有自拍棒才。那我们中过去一点，给苏涵位置。搞啥、啊？搞啥、啊？根本就有位置。坐完面就有位置。谁跟你一起来啊？刚不是说不会唱，我要那个潜在的那个棒棒糖坏机。我爱棒棒糖，我爱棒棒糖，吼！来了。第二个是谁？阿伟啊，阿伟啊，你不是阿伟、啊？我不认识阿伟，我叫不出名字，好不好？假的，你认了一下吧。我不会认人呢、啊。小杰、小玉，对啊，每个都很红啊，怎么会不认识呢、啊？对嘛？我只认得王子跟敖犬而已。小玉，你骂这个小玉，小玉啊，我也演啊，阿伟啊，小杰、啊，三十大不得了，嘉文都长很像啊。只有不同路线，只有王子跟敖犬比较好认而已。屁还有啊，其他人也很帅，好不好？有我的腰，没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其中就要不一样。王东强好帅哦，王东强很帅。炎亚纶，我遇到王东强的。炎亚纶，很多肌肉。炎亚纶，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百无禁忌。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还也就是我的时代，要给你未来，如果想活下来就要尽力做主。
在引爆就是在又不能爆开那种出神入化游戏被我买你说看自己的照片，一边在追星。你要再讲好，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杨嘉文在干嘛？追星。建议要跟爱豆说什么话吗？可是你的本命有那么好说？不会啊，还是可以聊一下啊。跟崔炳灿，崔炳灿，我无话可说。说什么？男人，我想要跟林世俊说卢娜贝克。说什么？卢娜贝克帕。那你可以跟他说腿架一样吗？我就跟他说我不是猪这样吗？我为什么要这样说？露娜腿架你啊！露娜腿架你啊！他太爆笑吗？好，我哎，所以他会跟你一起讲。前面腿架你啊！前面呢腿架你啊！杨嘉文可以买，这个好亮啊！你来这边我看看。哇，天哪，太美了！好，可以截图了，截图当 vlog 封面。嘉文来这我看看。哇，好可爱！你好，妹子，你带看。妹子带看。啊，好可爱哦！是不是？这个蛮可爱的，是不是？这个真的蛮亮的，是不是？不然妹子那边还有一些妹子姐姐买给你，姐姐买给你，我觉得嘉文适合那个。啊，好啦，这个蛮可爱的，就是嘉文适合猫。好，就这个吧。
北耶诞城的感想。很累，人很多。好像跟高雄的节目感想是一样的。对啊，哦哦，这里就是灯很亮，所以赶快拍一拍，然后把该拍的钱都拍完就可以走了。你觉得如何？赞，很赞。这里的光好漂亮。对啊。人太，诞城最美的一个光的景。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比较人了，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想到会这么不好。拍照，以为以我们的技术可以达到，是吗？那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大家回去看，回去看我们修片，对，修出来的照片，就知道。那我们等一下大家都打糊，脸都打满，明天修 Photoshop， 你要修吗？暂且，我是烧肉中的暂且。哇，我是官方摄影师。好，可以。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回家。真的没有啊，在这里再绕一圈，把快速的往那个往坐车的地方走，然后边走边拍照，拍完就刚好接坐车。好。